这支笔来帮你们做开光用，每一次开玉佩的时候都要再开，把笔开光，专门来做。这个是温书平山，这个是不动明王，这个是待见钟馗，这个是广泽尊王，这是小朋友的祭风。你笔不开。因为现在疫情时间啊，期间啊，那个我们平常都是礼拜六开光，但是现在因为疫情开，就是开玉佩的很少，所以我们都会可能一两个礼拜有超过五个以后，我们才会开光。这个是小朋友的，每一个人的主神不一样，所以开光的方式跟起手式会有点差异，但是都是一样的，就是都是可以开光，开得很好的，所以请放心。然后这朱砂会自然的脱落，所以掉了不用紧张。是文殊菩萨，方便的话翻过来。因为今天没有带三轴，所以拍起来可能会比较晃。请多包涵。
在开的时候都会打嗝或怎样来跟上头呼应。哦，很特别、啊。每一个人的那个链子可能会有所不同，那厂商来的时候有时候会配链子，有的没有，没有的话我们就是配男的就配红绳，女的就没有，男的就配黑绳，女的配红绳，小朋友的话一般都是用红绳，好，大致上会有这样的状态。啊，像这一个就是本身就有配这个链子，啊，这个链子还不错，所以我们都不会去换。就是那个技工的妈妈，技工那个小朋友请的妈妈。这个开完会放工里面一天以上，哦，可能我礼拜一或反正我礼拜三之前会寄出去，最慢礼拜三。啊，有的话快的话就礼拜一。香港的朋友请。
醒。把那两条也放上去，看能吗？
会有不同的讯息。对，你有时候可以感觉到这个心中的状态，可以感受。每个人都不一样。对啊，各有各法，点的地方也不同。